长期恋呢，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原生鱼之一。发情期的雄性个体会有发达的胸鳍、长达尾鳍的臀鳍、高大的背鳍，而且吻部和下颌会变成橙黄色。雄性个体还会长满刺手的锥心，锥心也就是发情期激素的作用下，雄性在在它的吻部和下颌臀鳍的部位长出来的角质突起。这个锥心呢，是用于争夺配偶，或者说追求雌性个体，刺激雌性个体排卵，达到繁殖的目的。这也是它的一个性征。另外，发色巅峰的雄性个体鱼鳍会显得非常的鲜艳，一般鱼鳍呈现橙红色和橙黄色，胸鳍的末端可以超过腹鳍的鳍点。另外呢，体侧的树状纹理呈现鲜明的蓝绿色，而且它的体背可以呈现金黄色或橙红色。宽阔的鱼鳍，灵动的泳姿，这些特点实在是让人眼前一亮，也曾是我刚接触原生鱼的时候令我非常震撼的一种鱼。长鳍鳖，或者说按照最新的分类属长鳍马口鱼，是鲤科马口鱼属下的一个种。除了屏幕前这个拉丁学名，还有个同物异名叫做长鳍鳖，也就是 Zacco avalens。 那么 Zacco 呢，是鳖属的一个中文名。关于它的这个叫法的由来解释也是很有意思，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分类，就让很多人不解为什么长鳍鳖它长得并不像马口，却归到马口鱼属里面，而不是以宽鳍鳖为代表的鳖属里面的一个问题。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两江原生论坛里面黑雕的一篇文章，这里就不做过多的一个铺开描述了。长鳍鳖呢，它分布在江浙以南的各大江河湖泊溪流中，是一种小型的中长程淡水鱼类，个体不大，体长的话8到16厘米。它对于水质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喜欢在总氧量比较高的入水口成群觅食，比较喜欢群居，食性也比较杂，吃一些绿藻、浮萍、无脊椎动物、落水的昆虫、一些植物的果子等等。它们的繁殖期呢，一般是春季到秋季都可以持续进行。它们会选择水流比较平缓、多底沙、石头的浅滩进行产卵。那么雄鱼会选好一个或多个位置追逐雌鱼进入产床，靠近雌鱼并通过抖动摩擦来刺激雌鱼的一个产卵，同时排出精子让鱼卵受精。雌鱼排卵的同时呢，会用尾鳍拍打翻动产床的一个底沙，好让这些卵产到石缝里面，尽量避免这些受精卵被其他的鱼吃掉。这种时候呢，会有一些光唇啊、银鲫啊、盘鲫啊、小条鳅啊、条纹小巴、马口鱼之类的，会围在它们的产床周围，非常喜欢在它们产卵的时候过来偷吃它们的鱼卵。说到繁殖期，根据我在粤东地区的观察，长鳍鳖可以一年四季都繁殖，因为粤东这边冬季的温度白天可以达到18摄氏度，像现在11月末，那我们现在是周末，今天天气特别好，对吧？阳光非常明媚。现在白天已经还没到11点，现在已经达到了26摄氏度。那么溪水的话呢，摸起来也一点都不冰凉，当然这个也看地方而已，有些地方的溪流是非常的冰冷的。那像一些比较开阔地方的一个峡谷，它这些石头经过阳光的一个暴晒之后，会给这个溪水有一个升温的一个效果。那么在温度适宜、阳光明媚的时候呢，还是可以观察到它们在浅滩繁殖。相应的，因为气候和环境的因素，使得这边长鳍鳖的个体，我说的就是广东，或者说广西这一带，很少有江浙一带的个体那么长、那么肥硕。但这里面可能也不排除一个电鱼、毒鱼，还有一个炸鱼、网鱼的一个因素在里面。下面我们再通过这2年浮潜拍摄的视频，来看一下长鳍鳖的美丽身姿吧。
来是来到了一条漂亮的一条峡谷的一条溪流，然后这里面也可以观察到有很多的长溪流。那么在一些比较偏僻呢，也不会有太多人为打扰的地方，这些小鱼不会对太大的一个戒心，我们可以非常近距离去观察这些漂亮的小松鼠。那我们就随处来看一下水下的一个景观。
方就比较靠近这种山村的，或者说一个江河的地方，长崎的这种鱼是作为一道非常可口的一个下饭的一个菜来食用的。那么其实它这种鱼呢，繁殖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只是说我们现在栖息地的一个丧失，还有一个人为活动的一个干扰的话，它的数量没有以前那么多。比较明显的就是说我们一些山西的一些截流啊，对吧，一些河流的一个硬底化，各种因素导致现在的一个栖息地的一个丧失或者是萎缩，然后导致他们现在的数量大不如前。其实的话，如果说给到他们一定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条件的话，他们很快就可以繁殖出非常多的一个后代。那像我们身后的这条山溪呢，其实它也是非常适宜这个种群去生存的。它目前的话，这条山溪里面除了这个马孔、长崎，还有普通的异裂，另外的话呢，还有大量的一些光鹑。那现在这里也发现了一些南鲤，而且近几年繁殖的特别快，经常可以看到它们嘴里含着其他鱼的这种小苗。然后的话，这也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一点。当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会达到一个平衡，到某一个点的话，它们会比较趋于稳定。但是其实这样的话，就改变了它原来的一个结构。那可能这是更偏向我主观一个喜好吧。就因为我更喜欢的是这种长期的这种原生鱼，我希望更多的长期的能够愉快的生活在这里，而不是说这个哪里一来就把它给空间给挤占了很多，然后导致他们在种群在这里大幅度的一个锐减。那目前的话呢，还是没有太大一个担忧的，因为近三年的话，这个南鲤一直都有，但是他们没有夸张到把这个长崎鬣或者说马口鱼给逼到绝境的一个地步，那这点还是比较放心的。接下来就希望他们好好能在这里繁殖吧。